大家好，我是鸡大王。今天我们来挑战用龙舟运走空投，他们呀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的，那么到后面去打鼓。哎呦呵 ，BGM 都给你敲出来了，看见前面那个空投了吗？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目标了。收到。你宝哥精湛的车技。哎呀，平稳接住空投。妹妹，别敲了，你都快被压成倭瓜了。哎呦这不错不错，来太美，咱们出发了。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个空投运走。你别说，虽然慢是慢了点，但是好歹也能把空投带走。这新办的龙舟堪称神器啊！哎，怎么拖不动了？看来是空投倾斜了就不行了。不慌的，难不倒机智的我，直接倒退把空投摆正，然后继续上路。哎呦，太美坐到了五号位，刚好被空投挡住了。这样想来，这样还能过分，也是美滋滋呀！千万要注意空投的动向，它一有倾斜的感觉，咱们就要立刻倒车，让空投回正，这样才能运走空投。等等，那边来了一辆车，先下去把他们收拾了。算了，还是继续运空投吧。哎呀，不好，空投歪了，这样下去可能会掉啊。哎呀，哎，这说掉就掉下去了，这咋还来了一个队？先击倒一个再说。算这帮家伙跑得快，来，太美，把 LG 填了，咱们走了。OK。哦哦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先封个烟。快快快，跑路！哎呀，不好，边上还有人，先拦上一梭子。太美，快跑啊！哎呀，太美，你咋又没得了？我怎么这么难呀？别说了，就是菜啊。